好，我是麦克。大家好，我是李良。我今天介绍的是麻绳灯。麻绳的模型怎么做呢？首先要有气球，还有白胶水，然后还有麻绳。先把气球吹大，可是不行用嘴巴吹，因为这里面含有塑化剂，所以我们要用这个。用这个打气筒，然后把它打气成这样子的大小，然后再用这个麻绳，然后把它围绕5圈，它就变成这样子的模型。然后接着我要用这个脸盆，准备一个脸盆，然后再准备白胶水和一个水，然后把里面倒满那个白胶水，然后还再准备1:1的水，然后接着把那个球这个球放进去，然后滚啊滚，然后再干燥2到3天，然后再把气球戳破。Tomorrow， 那我们就把它戳破吧，把气球戳破吧，我要戳破喽。3、2、1，用力，折断了。要不拿剪刀。休息时间，马上回来。我要把这个气球来把它戳破哦。3、2、1，哇！还很惊险啊！我把这个气球拿出来。把这气球拿出来吧。等了2-3天以后才可以把这个气球戳破哦。如果没有等的话，会那个麻绳会直接塌掉。好，那就是这就是已经那个做好的麻绳灯模型。最后只要再套好 LED 灯，它就会变成麻绳灯哦。我现在已经把那个太阳能板放在这边，我现在已经耗上灯了。大家看一下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开灯哦。这个太阳能板会吸收我们这个电灯的阳光，如果它没有碰到，没有吸收的阳光，它就会散发出它吸收的。OK， 就这样，非常的闪闪发亮，很帅，对不对？果然，亮亮的球，很帅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又亮晶晶的，亮晶晶，真是美丽耶，让人不禁想高歌一曲。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，就到这里喽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按铃铛。那我们下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